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孕妇杀生导致流产，恭喜你，你太太肚子里的宝宝非常健康。老婆，我们宝宝很健康哦。希望他出生后都能一直健健康康的。一定会的。王太太已经怀孕5个月了，她肚子里的宝宝一直非常健康，直到有一次她因为随意杀生，导致肚里的宝宝也受到这负面力量的影响。宝宝，你看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哦。怎么了？你又在跟宝宝说话了啊？是啊，我在给宝宝看他漂亮的小衣服呢。哈哈，新的一天又来到了。真希望我们的宝宝能快点出来。亲爱的，不用急，再过几个月宝宝就要出来了。啊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蚂蚁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呢？你看这里好多蚂蚁啊。真是的，这些蚂蚁怎么会从窗户爬进来？老公，快把这些蚂蚁弄走，我们马上就要有小宝宝了，环境卫生要比以前更加注意啊。好，我来把这些蚂蚁弄出去。看我的，用杀虫剂来对付它们好了。是的，杀虫剂无法对付蚂蚁啊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们用热开水烫它们好了。嗯，好办法。烫死了，烫死了。就这样，王太太在1个多星期内陆陆续续杀了许多蚂蚁，这段时间不知有多少小生命死在王小姐手中，他因此造下了深重的杀业。但没过多久，王太太便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她肚子里5个多月的孩子竟意外流产了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太太怎么样了？你太太并没有大碍，不过肚子里的孩子很遗憾流产了。什么？流产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宝宝怎么会就这样没了呢？老婆，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老公，我们一定会再有宝宝，对吧？对，对，别想太多了，最重要的是你人没事就好。嗯。一年后，王太太再次怀上身孕，为了孕妇及胎儿着想，她和丈夫决定先搬到大哥家借住一阵子，也方便待产。老公，大哥他家居住环境好吗？当然好了，那里靠近郊区，空气也好，呼吸新鲜空气对你还有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好处的。嗯，希望这次宝宝不会再出任何意外了。弟妹，你现在几个月了？已经4个月了。嗯，你们就安心的在我这里住下吧，这里空气好，对你对宝宝的健康都很有好处。大哥，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。都是自家人，就不必客气了。不过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，你们可能得要先收拾一下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就自己打扫一下吧。好的，大哥，你就忙你自己的吧。老公，你把我们的东西先搬进来吧，我收拾一下这里。好的，老婆，你不要累到哦。就在王太太收拾杂物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杂物堆里全部都是蟑螂，而且多得吓人。啊？老婆，怎么了？
老公，你看，好多蟑螂啊！该死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蟑螂啊？老公，快把杀虫剂拿来，赶快把这些蟑螂处理掉。王太太和丈夫把整个屋子的门窗都关得紧密，然后到处喷杀虫剂。喷完后，他们就暂时离开屋内。老公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，让杀虫剂先把这里的蟑螂杀死。嗯，也好。三天后，王太太与丈夫再回到屋内继续打扫。当他们一进门，便发现屋内到处都是蟑螂的尸体。天啊，好多蟑螂啊！太好了，都死了，我们要把他们的尸体清理出去吧。王太太与丈夫用扫把将屋内的蟑螂扫在一起，一堆一堆的，竟有好几堆。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哥，你看，这屋内有好多蟑螂，我们喷了不少杀虫剂，才把它们全都杀死。什么？你们杀死了这么多蟑螂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太太现在怀有身孕，如果杀生的话，对母子都会有不好的影响啊。不会吧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弟弟，听我的，别让你太太杀生了，要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举，才能保佑母子平安呢。哥，只是杀死一些蟑螂而已，不会有什么恶报吧？哎呀，我肚子好痛啊。啊！哎呀，我肚子怎么突然好痛啊？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哎，你太太又流产了。什么？怎么又流产了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俩因为杀生，所以才种下了恶因，导致一次次的流产。听哥的劝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放心吃素，并多放生。一方面为自己过去的杀业好好忏悔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孩子祈福。大哥，接连两次的流产，我决定以后戒杀护生，有机会也一定会劝别人慈悲戒杀，多多放生。嗯。从那以后，王太太与她的丈夫果然戒杀护生，坚持素食。几年后，他们终于如愿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。优婆塞戒经云：慈心即是一切安乐之因缘，若能体谅众生之苦，不施恩惠，必有后福。蟋蟀抱怨。斗蟋蟀是中国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，但这种休闲方式其实非常残酷。从事这项娱乐活动的蟋蟀多为雄性，他们会在人们的挑逗下相互厮杀。二虫对战，战败的一方不是逃之夭夭，就是退出争斗，甚至还会出现战死沙场的情况。咬，使劲给我咬他！给我狠狠地咬，咬死他！哈哈，好样的，就这样给我咬。哈哈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该死，又输了。在杭州，有一位张姓年轻人特别喜欢斗蟋蟀。嘿，张老弟，你要去哪里呢？我刚买了一只大蟋蟀，正要去跟别人较量一下嘛。哦，是吗？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了，你看。哦，这蟋蟀真大只啊。那是当然了，为了得到它可花了我不少钱啊。张哥，也让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就是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那只百胜将军。
不是，那只笨蟋蟀前天竟然输了，气死我了。这只比那只可厉害多了呢。张哥，既然你有这么好的一只蟋蟀，那能不能把你那只百胜将军送给我啊？送不了了，那只笨蟋蟀被我斩首了。一只输了的蟋蟀，要它又有什么用？啊，斩首了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啊？张老弟的蟋蟀只要斗输了，他就会将蟋蟀的脑袋扯下来，这就是斩首咯。对，斗输了的蟋蟀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还要去前面的茶馆跟他们一比高下呢。哎，那只蟋蟀多好啊。咬它，给我狠狠地咬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快快快咬它。对，咬，咬死它。哈哈哈，赢了。你们那些破蟋蟀，谁都不是我这只蟋蟀战士的对手。哎，看来我还得再去找一只更厉害的蟋蟀。哎呀，张老弟，你来了。我今天是要来打败你那只破蟋蟀的。哎呦，看样子你又找到一只新的蟋蟀啊。哇，这只蟋蟀的个头可真不小啊。是啊，一看就很厉害的样子。怎么样，还敢不敢跟我比啊？不要以为个头大就很厉害，比就比，谁怕谁。今天我非让你也把这只蟋蟀的脑袋给扯下来。于是两人便开始斗起了蟋蟀。张某的蟋蟀果然厉害，几个回合下来就将对方的蟋蟀给打败了。咬他，咬死他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给我使劲咬，别松口。哈哈，怎么样，认输了吧？你这只破蟋蟀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笨蛋，就知道倒。怎么样，我这只蟋蟀才是真正的战神，你认输了吧？你别得意，等我再找到更厉害的蟋蟀，再来跟你一决高下。好的，我等着你。你别走啊，你的这只蟋蟀还没拿走呢。我不要了。你这只拜神谁还愿意要，我看干脆斩首了吧。年轻人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能用如此残忍的方式伤害他？这有什么，不就是一只战败的蟋蟀吗？我告诉你，被我斩首的蟋蟀可不计其数呢。对呀，我看到的就有几十只蟋蟀这样被弄死。阿弥陀佛，这实在是太残忍了。残忍？谁叫他们要输呢？这是对他们的惩罚。斗蟋蟀本来就极其残忍，为了自己取乐而让两条生命相互残杀，已经是罪过了，你还用这种方式来杀他们，更是罪加一等。年轻人，我劝你还是及时悔改，免得遭受杀生的果报啊。果报？哼，你是说这些被我杀掉的蟋蟀会害我受到恶报？哈哈哈，我才不信呢。世界任何生命同我们一样，都需要受到平等的尊重。你这样对待生命，肆意杀生，必将自食恶果。好了好了，老头儿，我不跟你啰嗦了，我还要再去找人斗气。